GD218 自动涂膜机用于制备均一可塑的涂膜。由于试纸平整地被吸附在吸盘上，且涂膜时剪切速率和加在施工工具上的重量保持不变，从而大大提高了涂膜的重现性。BGD218 可在2到100毫米每秒的范围中进行宽范围无极调速，拥有高精度直线导杆以及直流无刷电机，使涂膜速度更平稳。精心设计的涂膜支架操作更简单方便，并可任意增加支架负载。该仪器拥有高表面硬度以及高平整度的真空吸气平台。在实验过程中，您还可以随意设定涂膜起点。该仪器适用各种不同形状大小的涂膜器及涂布棒，还适应不同尺寸的底材。真空泵外置，避免了传统机器结构在涂膜时产生的抖动。第一步，打开电源开关，开启仪器，并打开仪器面板上的真空泵开关以及真空泵上的电源开关，启动真空泵。第二步，按下绿色启动按钮，可使滑动支架往右移动，旋转调速旋钮可设置滑动支架的移动速度。在运行过程中，按下红色停止复位按钮，可使滑动支架停止运动。如果仪器处于停止状态，按下该按钮，则滑动支架往左复位移动。第三步，按下行程选择键，选择滑动支架复位后的起点位置。本机共有四种行程选择，100%、75%、50%以及25%，代表不同的起点运行到工作平台最右端时，移动距离占最大总行程的比例。操作者可根据机材大小选择所需行程。仪器包含两个砝码，一根胶管，两根电源线，一个空气过滤器，一个消声器，一个真空泵，另随机附带校准证书。